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届所有贤士同修，今天六月十四日我们在台东道场上课，早上我就请圆义法师为各位上课共修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带着各位同修的天命在台中道场八楼老祖殿堂深寒天公光降台中道场八楼环城的办公室光降了办公早上天公的慈悲开示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学们大家都已经在台湾尽了最大力量独乐乐台湾平安，那么我们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所以这一节我们要种乐乐之禅机，这是很重要的。咱水陆法会延到六月六，农历的六月六圆满，太上道祖的圣诞日圆满，因为王禅老祖的师父就是太上道祖，那么在今年天温造成了很多的局都乱掉了，百业都乱掉了包括我们很多的上课共修时间也都乱掉了，但是乱中有序，我们要修道求道正道悟道，都在乱中来找到自己的心。百业因为疫情的关系百业都乱掉了，这个是在考验我们大众在世间平时为人处事是不是坚守中庸正道，若是中庸正道的，这一次的疫情就不会乱掉
啊，照常运作。犹如我们啊六届的班长林国瑜讲师啊，他的见风炮员平时经营就是很坚守正道啊，利润分享于大众，所以这一回的疫情是在考验，结果没有被考倒，反而很好。而百家百业拢是一样的，平时咱都爱做主意诶，所以我们修道学道，当你遇到世间的局势乱掉了，有什么冲击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易，就要卜卦。易经是跨越未来成败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本教尊奉王禅老祖师尊开示啊，今年的天温确实是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安危啊，百业的安危，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啊，我就用意了解这个疫情啊，什么时候可以啊度过啊？结果我们在现佛寺天坛深坛坛坛，我们都在天坛诵经。啊，请各位同修大家一起诵经，务必达到480万部啊，这个疫情就能够在台湾解除了，台湾平安好过年啊。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同修按部就班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3月3到达480万部的时候啊，我们的疫情台湾绝对平安。果然台湾平安，3月3我们恭送了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啊，所以这个是功德，都是各位同修的，也是台湾人民大家共同所享有的，也是国家领导单位的用心啊。这个局势人力己力，天助要先自己自助，自己住住来就是要以修行诵经的功德，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圆满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这是我们的殊荣，我们要感谢天恩，叩谢天恩啊，感恩圣神天空恩啊。那我们修行真实义在这里就可以见真章了啦，祝各位。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今天上午的课程，好，因为我的时间不够，所以请圆寂法师啊，将易道天机等等与各位共享老祖的华喜天威。那么早上啊，提供开示，我们不能独乐乐。地球有195个国家，现在处于危机，束手无策啊！因为没有台湾万教齐发的宗教修行，所以啊，提供慈悲。王禅老子慈悲啊，要我学法仪，要来为世界195个国家啊来申谈，来祈福，祈求平安，为了世界大家平安，台湾才能平安。那么先由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平安。不要小看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啊，宇宙大神全部光降在台湾。自民国71年7月24日，台湾祖师的慈悲开启蓝天，九大菩萨啊，一同开启蓝天。蓝天圣门一打开来，诸天圣神、活菩萨全部光降到台湾。这个天机密，你们可以来攻读。混年修真宝道绝经，整个的天机密我已经将它雕刻在唯心圣教学院八卦圣城九龙柱的基础。混年修真宝道绝经里面藏的无限的天机，藏了世界和平的天机在里面。所以37年来一步一脚印，王禅老祖很慈悲的啊交代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唯心弟子，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为本愿，所以传了很多经宝，传了很多法仪，到现在来总共101件的法仪。好了，为了这个法仪流传千秋万世，让众生了解，所以我也就依照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云龙唯心弟子圆寂法师田立伟，啊，在唯心圣教学院开课，唯心圣教的各种消灾化解文书，里面藏了无限的天机密，都是为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世界和平的法宝。
所以啊，我们每是遇到有的天灾人祸即将到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弟子，大家都是从蓝天而来的大菩萨们，已经天人合一，所以要各位诵经诵经诵经再诵经，以诵经为古圣书天德经还有佛经各教派的经宝来回向法界众生啊，共同祈求天下太平啊。所以在去年己亥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为台湾平安而修行，结果在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见太平啊，10月10天下一家亲，到了12月22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终于在今年的春节了解了台湾平安的真实意，就是庚子年的全球性武汉肺炎啊。所以大家本着你们的本意啊，你们的大家的本愿啊，诵经诵经再诵经啊，以经宝来回向给啊天恩煞神，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终于台湾平安了，不可思议啊！不要小看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啊，诸天圣神都光降在台湾，为守护的地球64亿人民的安危，在台湾，啊，由唯心圣教做出发点、做基础，以宗教的法仪，先从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才能达到世界和平，这是台湾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玉皇大帝的天威慈悲啊，光降赐福，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再接再厉的修行，要来做到世界64亿人民的平安，大家平安，众乐乐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唯心圣教的教义宗旨，就带领各位唯心弟子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天下太平为本愿。啊，终于在庚子年的这么大的考验，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大家任劳任怨的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啊，祈求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终于如愿了。我们除了感恩再感恩再感恩以外呢，我们要更护起天下众生的众乐乐。所以地球那么多的国家都有灾难，那我们怎么样来仰仗天威来消灾化解呢？所以在今天早上天公开示了，要用我们1500万部的功德天6A6的水陆法会，大家恭送维新圣教33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分摊195个国家的国民人民啊，这是多么艰难啊，多么大的天命。所以早上我把法仪文书写出来了啊，写好了，而且也打住好了，所以我就放下心来，下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上课，也让各位同修们你们了解这一次的谈，就地球圆的北极潭、南极潭，啊，那么东方潭、西方潭，啊，那么南极潭、北极潭，啊，北潭、南潭。总共有6潭，每一潭6天，6天啊，那么每6天一潭，休息一天，6天。啊，这个有很深的禅意。那么我就烦恼了，要各位同修要送1500万部，要怎么送呢？这是一个大工程。老祖慈悲开示，要将现在水陆法会1500万部除以6啊，那么每一坛6个区，6个区每一个区45个国，
那么多啊，那混摊起来啊，那么总共要有1500万部，继承啊，我们诵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分配啊，给195个国家的人民和瘟神消灾化解。哦，所以提供慈悲，勉励我们要在水陆法会1500万部一定要达成世界天瘟，就能渐渐的平息下来啊，否则天瘟继续蔓延，那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责任。所以想到这里我很紧张，我怕说的这么多同修啊，哪一个同修愿意跟着我一起来做消灾化解？所以刚才我就跟着秘书说啊，你们同修大家是不是愿意跟着我来做消灾化解的法会法仪呢？班长你看会不？对啊，啊，我是说我带着大家来做功德，带着大家来做消灾化解，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玩的，说到要做到。若是啊，这次水陆法会大家送的这1500万部到了，我就会将1500万部的经宝功德啊分散给地球195个国家的国民和瘟神，来做解厄世界消灾化解的天命，这是我们的殊荣啊，所以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唯愿上天慈悲，赐我们有这一个力量、信心和智慧。微心行事及各位双善知识，本微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微心圣教啊，因应当前世界灾难一直在发生啊，其中必有原因，所以台湾祖师的慈悲，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啊，化身在台湾啊，为守护地球
啊，所以投胎转世在台湾，默默的修行，等到81岁圆满涅槃之后，啊，才在邀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啊，唯有王禅老祖有这个天命，啊，世界才能和平。但是要世界和平，不是呼口号，信口开河说一说而已，而是要实质的修行，所以才传了这一部《鬼谷仙书天罗经》《维新圣教33经》，啊，要大家平时诵经以外，已经23年的，每年都生产举办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已经23坛了。所以水陆大法会是要普度名扬两界天和人地狱界的众生，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尤其啊，我们也敦请了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啊，为我们邀请百位高僧戒斗，在每年3月26日，在禅机山仙佛寺深谈水陆大法会，7坛一首，超度名扬两界和第一界的众生，远离恶鬼道，啊，远离六道轮回，啊，才能够圆满。所以本维新圣教虽然是新兴宗教，但是我们大家所做的不是为自己，大家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所以今年在疫情和政府的政策之下，才顺延到5月29日。啊，到了6月6日，水陆法会圆满，要将各位一年来所恭送的维新圣教33经的经宝全数来回向给地球64亿的人民和啊，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很有信心啊的和各位共同来修行啊，务必要在这一次水陆法会150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仰仗玉皇大帝，仰仗佛恩天威，
王禅老祖的神通力来做世界性的天瘟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的殊荣。但是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更加的谦卑，人力己力，不要只有独乐乐，要众乐乐啊！地球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跟我们无量劫来的过去生都有缘，啊，这是我们的非亲即友，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得到妙法，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啊，更加的用心，尤其我们有法仪。王禅老祖时时光降在师父的身上啊，拟定消灾化解的法轮，然后由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都能圆满。所以37年来101件的功德天都圆满了，那我们接下来的就要将各位所修的威德精宝的天威来供养，来祈求王禅老祖转施上帝阿拉啊，圣母玛利亚啊，这诸天圣神活菩萨啊，转施给瘟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的天命，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福气。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从我们各位同修身上和内心来做出发点，而一定能够圆满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地球195个国家的国人朋友们，天下一家亲是王禅老祖的政策理念，而更是玉皇大帝上帝啊，给我们的课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天下一家亲呢？地球是每个人来到世界上修行的地方，若是地球受到任何战争的毁坏毁灭，那全部都归空，那就是罪过了啦。所以台湾祖师啊，玉皇大帝上帝啊，为守着台湾这一块净土
世界这一块净土，地球这一个净土，当下为佛净土，而为南天净土，也是唯心净土啊。唯心净土是大家共同有的，所以这个净土呢，大家都有责任来维系的。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黑人、白人、红人啊，哪一种的人，那只是肤色的不同，我们的本心都是一样啊，本心都是有爱有慈悲。所以我们看到啊，西洋宗教文化啊，那天刚上写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人，那么这中华文化古德圣人也都是爱和平爱众生，那么为什么人没有那个智慧，少数国家啊的领导或人民一直眼睛张亮要强占他人的土地财产，想要强占他人的地下地上资源，而发生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泯灭人性的行为，战争，这都不是人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的本意。所以人忘了自己的本爱啊，就是光明，又如太阳照亮了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啊，其他星球都给予光明，也照耀着地球大地的人民，给予光明，给予热能，这是上天上帝诸佛菩萨神的大爱啊。那么我们人来到世界上为什么没有那一个思想，没有这个警觉性，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来发动战争，强占他人的土地人民财产，这是不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上天，违背了上帝，违背了佛的本意。所以王禅老子道教师喊啊，以各种方式来教化众生，珍惜情缘啊，人力己力相互尊敬，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啦。所以今天啊，上天降下天恩啊，警告人类，人类还不知觉醒的话，那还有很多的苦难要受。所以老祖师尊慈悲
啊，要我们大家平时多诵经，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本愿，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相信天下会太平，更相信各位同修你们平时的大爱修行，你们所供送的经宝，啊，王禅老祖，啊，会将各位所供送的1500万部，啊，分摊给啊地球64亿人民，啊，名扬两界，天人共享王禅老祖天威。天德经，啊，各位的成圣成贤成就净土，啊，都能够满愿，啊，更希望各位同修，啊，今天我将这个缘由毫不保留的讲给各位同修了解，我们应该要觉醒，啊，应该要更积极的，除了自己家庭事业顾好以外，啊，要一起来诵经，啊，跟随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的关怀，啊，大家务必要达到1500万部的功德。啊，我们来转思，来回向，啊，共同祈求玉皇大帝慈悲赐福，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是我们各位同修以这一生来到世间的共同本愿呐，祝福各位，我们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